祖上培，嗯，偏前偏内侧，皮肤痒，我看到那个，还是地球上好多地方，有大火啊，很多地方大火，大火的原因是肺的肺部哇发出热量，后面就烧起来了，干嘛呢？哦，因为那带有转基因植物啊，非得要把转基因植物把它清理掉，要把转基因植物把它清理掉，然后呢，烧掉以后呢，根部啊，再用小飞碟把它切割掉，再然后用那个智能生物啊，像马蜂。蚂蚁，还有个像什么？这自然生物啊，来把它把切割完的那个转基因植物啊，把它融化掉啊，融化掉。这呢是集中在那个人口不密集的地方啊，如果人口密集的地方呢，就不用火烧了。直接用肺来切割，切割转基因植物啊，是这么一回事。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点上用转基因要处理那个转基因植物呢？因为天上那个先烈啊来到我们地球啊，外星人也好，先烈也好，他们很怕碰上这种植物，然后挂到他们的染色体上，把结构改变了得病啊，所以要清理掉啊。然后我又看到那个火啊熊熊燃烧啊。然后烧了一个皮肤痒了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